吃饭了。今天是男朋友要学的腌黄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去好男的黄瓜，加盐腌制半小时，杀出水分。我觉得喜欢的两个人在一起，即使是清粥配黄瓜，也能吃得有滋有味。这个配方是双甜口的，不喜欢吃的也不用加白糖，可以用来早上喝粥，中午吃饭，晚上配酒的腌黄瓜就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